题是什么呢？它可以正穿，可以反穿。这一件我发誓你没买你会后悔哦。总而言之，你买就是两件，会送你一件这个背心，后面是交叉的，你要穿不穿，要用不用，随便你。再来呢，外罩衫长这样，来给大家看后背是长这样的。好，为什么要送你？我希望你的背后有一个交叉的线条。那这一件呢，人人可以驾驭 ，SML、2XL 都绝对可以轻松驾驭。第一穿可以是这样子，就是把背心裸露给别人看的交叉的部分。第二穿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，它就会这样自然垂坠的扭结，后背的地方就变素的。有没有超级好看？白色背心是超弹、高弹、冰丝料子，所以不用担心它一样超弹 ，S M L 都穿得下。然后呢，前面一样是做一个非常漂亮的大 U 领，就是一个背心式的感觉，前面不会太长，不会太短，完全可以轻松驾驭。我右手边的是黑色，左手边的是蓝色，来扭结在前面也非常的好看。灰色的外衣是配黑色交叉的，黑色交叉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灰色穿起来非常非常的时尚。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很昂贵的感觉。好，所以灰色搭配牛仔裤，我觉得就是这么样显瘦时髦，很简单。